首歌咧係講緊當我哋嗰個人生啊，喺一個十字路口嘅時候咧，我哋好迷失嘅時候啊，咁究竟我哋去到邊一個，而有邊一個可以將我哋去由呢一個好迷失嘅裏面去帶翻去安穩嘅裏面咧？呢首歌就係咁樣講，就係咧有一位嘅神，有一位嘅上帝，佢耶穌基督咧，佢將我哋咧從呢一個嘅迷惘啦，迷失嘅裏面咧去帶翻去，用呢首歌咧去祝福大家。係普通話嚟嘅，咁我諗大家嘅普通話應該好闊。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都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你不放手。来一次。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都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忘你只剩容颜。决定永不后悔，你作为何等柔美，你可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每一位啦，喺復活節嘅時候，好希望我哋唔單止咧係個有復活版啊，復活嘅節目啦，而係究竟我哋嘅生命裏面，我哋見到黑暗嘅裏面，有冇呢一份嘅復活咧？咁係後尾首歌，仲一次，又係嗰一句啦，識唱嘅一齊唱，係啊。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要忘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要。
咁咧我唔知道仲有幾多分鐘係呢個幻彩。三點幻彩。